强一点选软硬跟巨人哦。哦，火腿就很有名啊，还有一种不太自然的抖动感呢，不知道是我错觉，还有一种抖动感呢。倒数14秒了，要倒数啦，各位还没订阅频道的订阅一下，好不好？期待已久，真的期待已久了。开干，碎碎碎，开干喽！希望不要因为版权哦。哇靠，有一种爽感呢。模式名称、比赛中的指示、指引等一部分以中文显示。哎呦，有韩文跟英文嘛，还有日文嘛，那我们就中文啊。哦，很不错哦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扫脸呢？好，他说设定什么什么，我完全看不懂。OK 啊，这我就知道了啦。哎，干你！哎呦，版权啊，靠腰，等一下。不知道可以叫69哎、欸，可以叫69吗？好，选个巨好了啦，选个巨啊，喜欢的队友，右下角火腿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就火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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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有嘞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预购的时候会有李大浩跟郭泰元还有大谷翔平可以用啊。OK， 我们练习一下，有点复杂、啊。我们先练习投球，好不好？哦，来哦，这个画面解说。哦，按叉。哦，这边就是先可以选球种，然后这边一样可以瞄啦。可以瞄这，你可以瞄他头，瞄他头看看。哦，所以我丢出去的最后一拍要再接住哎、欸，靠，怎么感觉冷秀比较简单？我觉得冷秀比较简单呢、欸，是怎样啊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再我再练一下，按，哦 ，skate。对啦对啦对啦，要按两次啊！我投看看变化球，哒哒哒，然后按住 R1。哦，他这个 D 就是这样啊，上下，然后这样子哦，然后他的那个点这边有权力。哎，那他黄色的格子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变化的幅度哦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，练准度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投球感觉就这样了啊。打击看看，打击跟那个惹秀应该是一样的。哦吼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怎么那么滑啊？还行啊，打击 OK 啦。按住 R1， 哦，切换打击，哎、欸，哎呦 ，R1 就是可以切啊，这应该是强力吧？靠背嘞，这应该是强力，然后这应该就是宽的，这是集中的。全垒打，为什么他那个球感觉出速都慢慢的？可是摄影机的角度会有让我以为他飞很快，有没有？可以打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了。我们这个练完就可以打了，让我练完一下嘛。哦哦哦，是短打，是短打，是短打。哦，是短打嘛，不用手背练习，手背不用了啦，手背不用了。哦，对战例行赛明星球员魂系列，那我们先玩个对战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耶，他这光影可以呢。他这光影还不错哦，阳光感觉还行，但没有那么细致。我说真的，他有点伪高画质的感觉。然后 R2 跟着，哦，这可以加速哦。哦哦哦！吓到吓到吓到！哦，原来是我开加速啊，吓到，想说刚刚是什么外挂球。大谷翔平。你们懂我说的那个感觉吧？就是他感觉没有真的到太细致。你看，现在拉远就看出来他那个假假的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画质没有到很细致，可是他光影做得还不错了。果然是要实际玩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哦哟哟，这坏球，这坏球。所以惹秀，哎，野球魂的。野球魂的那个缺点被我抓出来了，他在室外的阳光下光影会看起来偏假，但在室内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不是啊，建模的话野球魂比较好，光影野球魂比较好。下面就是球速啦，我们选看看球速的这个，这边投，哇，156，看我再选快一点。有没有更快的？这个、啊，这个最快。
不行欸，哎呀，哎，怎么办？有一点点，我有一点点点点小失望，对，有一点黏土感，有一点小黏土感。我是对于画质部分，画质部分有点小失望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可能我把它想太美好了。我个人主观啊，我个人主观啊，全力打，全力打。我比较说实话，好不好？你们都知道我比较说实话，真的有一点点画质小失望。五分，两分全力打，但是内容目前玩起来还蛮爽的、啊。他没有回放系统也有点可惜啊。哪个是生涯、啊？哦，明星选手，日本野球的顶点脱衣野球魂。哦，就是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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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希望说哦创造历史啊，然后很屌之类的哦。这个应该是新的角色吧？社会人就是社会人啊，大学就大学，高校就是这应该就是高中生啊，高中是不是 ？OK， 从高中打甲子园 ，OK， 火腿吧，大家都说火腿 ，Rico 六九 OK 吧？背后的名字我要叫什么 ？GG in in the 帅不帅 ？GG big 啊，这个是什么 ？Close B，Close B，Close B， 什么 Close B？Close B，Close B， 哦哦哦，调音高啊。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。哦，プロスピ。靠背，你们哎、欸，你们听。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。这样吧。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、プロスピ。OK， 走。年龄18岁，我们右打右投，我们左投好不好？左投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来自海外了，好不好？海外了，看每个都要当捕手，好、啊，捕手捕手捕手，靠，哎、欸，这个靠是什么意思？靠是屁股是不是？哇靠，要翘臀蟹啊，翘高一点，来来来，翘高一点，翘高一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哎呦，翘臀啊，翘臀，呜呼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我的头发比较像这个吧？是不是？古人啊，我们用古人啊，我随便乱创的啦，随便乱创，来，古人古人，我们用。哎呦，太帅了吧 ！2K， 干这 AV 男优吧，你们像以前的诗人古人，好，我们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就你的红发杰克，肌肤年龄什么意思？我、哦、靠，要这个老人是不是？浓眉那种越杀越好哟！哇、哦，这个浓，这个浓，这个浓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形状可以哦。哦，有没有胸？有没有胸？哎，各位有没有胸？哦哟，再染个颜色。哇，韩国男团啊，哎，这韩国男团哎、欸，不得了呢、欸。太屌了啦！太屌，牛逼，真的牛逼！我看一下，干这好帅哦！因为我们都有抽烟啦、啊、因为我整天染头发又染眉毛的，所以那个皮肤有点不太好。我们高中生长这样好不好？肩膀用宽一点。够悲哦，这个是打美式橄榄球是不是？美式橄榄球肩膀才会长这样吧？啊？我靠靠靠！腰太粗了吧？这太粗了吧？这傻小球团事务所应接所应接室，然后这应该就球团啦、啊。然后来这边跟我们说，哎、欸，你现在很棒啊，很猛啊，这是怎样 ？AV 团队的老板哦，没差啦，一直乱按就对了，没错。我要打球，教练我要打，教练我要打球。近藤呢？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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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朋友交朋友了。哦，开幕战、哦，我们是义军哦。我们是义军哦，各位 ，OK OK， 哦，帅帅帅，你看我们这个角色，哦，有六支安打以上。现在是视讯啊，各位，第一打席打点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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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级高中生来了，我们这个肩膀是怎样五十肩哦，来喽来喽来喽 ，No， 这真的是高中生，你别。不要不相信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的背后叫 GG Big 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好球、哦，是不是？你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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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我们要慢慢练了，因为我的那个肩膀抬不高啊。你看一下我这个肩膀。
有没有？哎呦，帅不帅，各位？哎呦，有没有？这个贝利有没有看到这贝利？怎么长这样？看一下、哦、我每天训练的这个有没有？怎么可能啊 ？OK OK， 轻轻松松5比3，第一场比赛我算是带领球队获胜了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？OK OK， 轻松轻松轻松。OK， 我们整个都有上场了，疲劳值也往上了。哇，新入团选手，重要是我要去二军了，是不是？是坏球吧？坏球，坏球，坏球。Nope。太晚，太晚，太晚。有没有？哎呀，我们传奇高中生，加点加把劲吧，传奇高中生，名字叫 GG 毕格，还那么废。坏球啊！拜托，这个选球该给我一点加分的吧？这也坏球吧？这好球，这坏球吧？哦哟，插棒！坏球，坏球，坏球，是不是？三坏球了呢？有没有？你跑快点棒！啊！我的发这一球打到一个左边，你们看哦，他现在回到室内球场了吧？你看这个像道奇队，看这中日龙做的有够像道奇的。来来来来来，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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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喽！哎，他室内的画面比较好哎。坏球吧？哎呦，野球魂的裁判都判得很准哎。这样没中，坏球，又是一个坏球。哎呀，这好球啊！有了，可惜啊。可怜呐、啊，全垒打，我看全垒打了。乐天宋家豪可以啊，哎、欸、有宋家豪哎、欸，宋家豪在乐天球场打球，哎、欸、这宋家豪做得像吗？宋家豪做得像吗？应该蛮像的吧。我不管啦、啊、我就是要玩他、啊，做得像吗？超级像哦，真假？啊没办法，全垒打模式，我只能玩他、啊，搞不好很强哎、欸。做的一模一样啊！你们说要看台湾人，我就只能先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乐天的啊，刚一直有人讲，完全红不出去啊！对，我们可以玩郭泰元哦，对呢。好啦，嘉豪哥，你还是去投球吧，帅。其实我认真觉得他长得一点都不像台湾人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像韩国人。做的不像是不是？画的不像哦。我都叫投手去打全垒打，哥，我一定要轰一个啦！我有花钱买预购，你要让我轰一个啊，哥！我觉得他力量应该本身也不够。Nope。有了吧？哎、欸，观众，现在是可以连线吗？他现在是可以连线吗？还是他不行？我们用看看大谷啦。好啦，我先用正常打者了啦。刚才都不正常，郭泰元加宋家豪。没有，我都没按左手啊，我都没按左手啊，我左手都没按啊。你们自己看，我左手都没按啊。你看我都没按啊，他位置头那边呢、啊？有没有？中文化要等 PC 才有，
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有了啦！是不是？你看，抓到抓到那个据点，我抓到了。啊，宝说他上山嘞！有了，哎，我抓到那个点了。这个找我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诺斯，我看起来没有啊。他找我，他会去 DC 找我啊。我在 DC 啊，靠！流畅度跟顺畅度是真的很顶啊，没有任何一点卡顿，有那种球速快感，我感觉出来。但就是画面有一点小拙劣，小拙劣的。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虚幻五引擎啊，后来没有，是他们自己的 eBaseball 的那个引擎。我以为他的那个画质是哇那种很飘逸啊，然后那个衣服会飘这样，因为你看他这衣服也不会飘啊。野球魂的粉丝不要骂我，我只是说游戏画面部分，游戏性是绝对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缺点，就是它没有零金打，它的球种判定判得很准，没有什么零金打这种东西的。